中共对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操演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，有民众在网络上抛出了一段画面，一名穿着军装的男子站在彰化和美正立图书馆顶楼挥舞白旗，也不禁让人联想这是不是举白旗投降的意思。但和美正警方出面澄清表示，这个是日前万安45号演习时的模拟演练，挥舞白旗的是警察，而且白旗代表的意思是安全正常，并非投降。民众拍下画面，彰化和美正立图书馆顶楼，一名身穿迷彩装的男子左手高举白旗，不断挥舞。由于现在正值敏感时刻，虽然画面只有短短3秒，打上音效，让不少网友疯狂转传，说颇有影射国军举白旗投降的意味。举白旗要投降？如果要投降的话，他应该拿大一点的旗。中共解放军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，这几天展开对台湾海空领域进行军演，炮声隆隆，紧张时刻却出现了这段影片，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台湾是否要投降了。对此，警方也赶紧出面澄清，一切都是误会啦。这个执勤员警哦，他是在安全无虞状况之下哦挥动白旗，这是演习的一部分。原来这是7月26号万安45号演习，在模拟敌人用电子脉冲炮破坏无线电通讯设备，就必须得用旗号或者是手势来传达讯息，而白色代表安全正常，黄色代表有状况，红色代表危险，所以白色并非代表投降。警方也提醒民众，网络上的讯息在没有经过查证下，千万不要乱转传，以免以讹传讹，甚至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出发。接到茂彰化报道。